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个手剥笋啊，挑战一下，就是手剥笋最近也是在网络上特别火的一个美食啊，所以我就想尝试一下，用能不能用咱们山里这种野竹笋能把它做一下。交给林海啊，林海说没问题的。我第一次做，但是要相信自己。我是第二次吃啊，为了尝出手剥笋的这种美食，就是我提前买了网络上的手剥笋，我试吃一下，口感还是不错的，它有几种味道。做它这个要选出这个竹笋的上面这一点要嫩一点的，这个才能做出它味道。那你买那么多种，哪种最好吃？我喜欢吃那个泡椒味。泡椒味，但是我今天做的不是泡椒，我今天做一个香辣味的。不能老吃也嚼不动啊，那就采取中间最好的位置吧。下锅了，现在过一下水啊，先过一下水，点食盐，应该多放点盐。等一下别噎完了啊。好了啊，盖上锅盖。 OK，炒好水了，出锅了。好的，这就是这手剥笋的一些料啊，生姜、大蒜、辣椒、辣椒，这个是豆瓣酱啊，这些大料啊，冰糖、五香粉啊，生抽、调料、醋等等啊，看一下，不香也得香。先下入葱。葱上部分，豆瓣酱，花椒，这大料包，好的。倒入生米汁原油，下入食盐一勺。这个应该多舀一点盐，里面还放了有茅草，里面猪味。嗯，最少的。多完这里。哎呀，多点还有。7勺、8勺。8勺。9勺。10勺。可以。现在再倒入生抽。阎王盐。酱油，OK， 再来点钻石，冰糖，来点冰糖，奢侈，来炒菜就放钻石。好 ，OK， 这样的料应该是可以的啊。那这个需要煮一个多小时啊。然后的话要到明天才能吃，再卤这一个晚上，那么的应该足够入味的。我们就期待。这已经卤了一个多小时了，然后因为今天是周五嘛，林海去接他老妹去了。这个要明天吃了，应该再放一晚上，它应该会更加入味。刚才我吃了一个，感觉它底部已经入味了，但是它上面还是没有完全的入味啊，所以再放一晚上，我们明天品尝一下，看入不入味啊。满满一盆啊，就现在让它待在盆里面啊，浸泡让它入味啊。然后就是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吃一点，看行不行，不行的话我们就到明天再吃。
这个就放着吧。我先给大家来个大一点的啊，这香辣味的，这个超大号的手剥笋应该是做成功的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因为我中午都开始吃了，入味了，现在更入味，和我购买的那种差不多，甚至比购买的更好吃。多大根？不吹不黑啊，厉害的手艺还是可以的。你也这个好吃。这汤好香啊！还吃块汤吃了哦。你尝一下反应会啊？我试一下。连磕牙齿了。连会我都没放过。还是水火火。这么样？香了点。嗯，香。这是我第一次吃石锅粉，还行吧？还可以，有点香。小凡，你尝尝。嗯，太麻烦了，懒得剥。你爱吃？我比较爱吃这个啊，之前的花钱买。这地方笋子都真多多，我花钱买笋子吃。天天有人熬顺，当零食吃的对啊，当零食吃。不行，一天要不到。我吃几根。要不到啊，给下。下次我们可以再多做一点，到临海来正好去做。嗯。香了点啊，是的，香香的。嗯。还比我妈做的不是味鲜。嗯。我都搞不着做，香料都没得。哎，自己折纸巾好执行，折折是白折，哎呀！本来我就在折的地方去，也是好执行。折纸巾让我来，让我来，让我来。我妈上次看了视频啊，头一天看到制作视频啊，第二天都要做了，做了之后完全没入味。不是那种香料，叫你得。你那么多料，你放鞋垫都好吃。没有了，他要需要有啊，有些酱料根本就没得。我就做料，我就做点啦，就做点酱油、辣子。厉害，这中午都打包一大包回去了。真的没做。毒水的营养都在汤里面，吃了个没营养。香料都在汤里的。对呀、啊。嗯，可以，我来顾着。就跑到那里的。嗯，昨天每天二龙蛇跑了，只能录了。不是打的没回来？自己聊嘛，就自己聊嘛。要等你放在水里煮。就放在水里煮就可以嘛。嗯。也是开直播起来啊。我没吃，不上饭还是不好的。我吃个两根三根，他就不想吃。多吃饭。背地包裹。小胖比咱们比碗大，说我也搞个大碗吃。下次我搞这个吃，一个比一个大。他搞要点个汤吃。他入味。嗯，拌饭绝了，豆腐皮和肉哦，拌饭。贝哥，你的困啊，不要贝哥。他节目到上的啊？可以，还是做的香啊。多做一点嘛。嗯。做他个几千斤呀、啊。嗯，这样完了，本视频就到结束吧。你要每次视频我拿这么大个碗给大家吃饭，啊，是我的独身秘诀。我靠，是比我大。嗯，比小胖我还要大。你要低调一点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